有没有？这么干净。那边有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白。现在小孩子待会放学了，晚上的时候我要带他去捡瓶子，让他自己赚取自己的冰淇淋的钱。刘雨辰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放学的时候，爸爸跟你说我们晚上要干一件大事？我们晚上去捡瓶子。捡完，然后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可以把这个瓶子给卖掉，可以卖掉就有钱，就能买下这些冰。行，那你今天晚上多捡一点哈，明天可以多买几个。你要还要买个草莓的。那你看你捡多少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刘雨辰现在在戴他的手套，待会儿你就负责捡瓶子啊。哦。然后你自己戴，我是爸爸手里都有东西，看看他今天可以捡多少个瓶子。我把这个袋子给你，这个袋子到捡了瓶子要往那个袋子里放，知道吧？这个你捡不了，这个太高了，你选那种小的，小的看有没有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汉口江滩这个地方，要不我们去江滩里面吧？走吧。先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后面有一个垃圾桶，不知道有没有瓶子，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哎，等会，这里有开关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这个没有？这个可以拉出来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瓶子没有？看到了。哦，一个。还有一个。好，拿着，放这个袋子，这里。捡完之后，然后怎么办？是把这个推回去。这个纸瓶子不行。有没有其他的？你用那个手掏一下，看有没有，翻一下。这个好像真没有。有没有？这么干净。那边有一个。又这么干净，也没有。刚才一口气看了三个垃圾桶啊，都没有瓶子。哦，空的。另外三个呢？拉上面。对，也是空的，这么干净。哇，太干净了。是不是都是别人捡？哎，这有两个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有两个。好，把它放着吧。你用那个手，用手套那个捡。没事，我们待会儿回去洗澡。瓶子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哎，那边有个垃圾桶，那边有个垃圾桶。有吗？那有一个。哎，就有一个。好，你把这个放倒。哇，好像瓶子。嗯，用那个手套的去手去捡。你先把这个袋子放着。对，好，捡了马上出来啊。好，哎 ，OK。没事，回去洗澡，没事。哎，等会儿。这个没放回去啊，垃圾桶，轻一点啊，再轻一点啊。有吗？空的。好，把它放回去吧。玩一会儿再捡。对。那你玩了没力气啊？我们到时候怎么捡呢？这么多薯条，这样吧，爸爸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先捡，捡完了我们再玩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觉得前面应该也有，他每走一段都有一个垃圾桶。我记得那黄瓜地上也有一个，我先走了。他跑了。这个小的不算，这个小的不算，没有。对，这大的才算。没有。妈呀，我还跟不上他呀。有吗？没有，那个小的不算。对面有。对面。
那个不算。这里有吗？没有。够了。够了，你捡了多少个了？四个。四个不够，你要把它装满才够。再去捡一捡吧，这不够，太少了。坚持不住了吗，刘雨辰？他在看别人放风筝。捡完瓶子买个风筝，你看你的钱够不够啊？你确定够吗？要不这样，你今天多捡一点瓶子，我们明天早上去找那个奶奶，然后我们把那个瓶子卖给她，看看我们的钱够不够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不要买。哎，那边有一个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有吗？没有。很累吗？就像干活一样。哎呀，真累，满头大汗的。爸爸。啊？有专家的管理人才能拿这些。对。赚钱是不是很累？对。很累吧？你说啥？你咋还哭了呢，刘雨辰？你哭了没有？没哭啊？你觉得你的那个瓶子可以买几个夏日骑兵啊？四个。四个？不对，我又捡了一个。我觉得买一个都够呛，因为太少了，好像至少得二十个。才能买一个，二十个瓶子才能买一个夏日骑兵。你有二十个吗？二十。对，没有二十个。那我们还得再捡一捡。没事，你歇会儿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啊。你先休息一下。这什么呀？花呀。花？哎，这啥呀？像小草一样。不是小草啊。不是小草。它里面有气泡的。有气泡？哪有气泡？这没有气泡。气泡你看不见的，因为它很小。那是你看得见。只有挂才有的。啊。我把它这么挂吧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为什么开心？走吧，哥姐，因为我们能买。因为我们能买冰激凌啦。前面那里有一个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跑起来。我看看有多少。哇哦，真厉害！继续加油！继续加油！看你后面，还有哦，那边有一个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这个没有，没有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的瓶子如果说可以买两个冰淇淋，能不能分我一个？能啊，大气。这个瓶子刚刚漏出来了吗？对呀。那咋办？我们把它先放进去吧，从那个大洞里面放呗。爸爸帮你看着。让我拿着它。这一起提着，好了，走吧。刘雨辰，爸爸很好奇一个问题啊，你看这个垃圾桶里没有瓶子，你会不会很失落呀？不会啊。不会啊？你为什么不失落啊？因为我不着急啊。你不着急啊？嗯，对啊，对了，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的桶里面有没有，好不好？哇，美丽的风景线啊。这小伙子也是美丽的风景线啊。刘雨辰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帅。你今天好帅啊。走，我们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吧。 OK。 对，轻轻的放啊，轻轻的。
合影是两个人都要出镜，刘雨辰，你的头呢？你的头呢？来比个耶，耶！什么声音？轮船的声音。这里就在新古天下巴磨下蜀相连，处处无秋寒霜架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谁教你的？就是我们在学校里跳操的时候，那个歌就学会了。行，那我们走吧，回去吧，好吧？还没完呀、啊？哦，那我们去玩一下，那回去好吧？走，我们去滑滑梯的位置，走。你刚才跟爸爸说什么来着？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现在不想喝饮料，想喝水，因为水对身体好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对呀。那你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想法？因为我动脑子了。你说什么？动脑子了。哦，动脑子了。行，我告诉你哪里有啊？就那个滑滑梯那个地方有水。哇，又得喝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水是免费了，就那个公园里面会有一个直饮水，一按就出水那种。怎么啦？累了。累了。嗯，今天就是讲了一大堆，把我手都搞麻了。刘雨辰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很棒，因为今天的你捡了很多这样的垃圾瓶子，然后你就可以买很多的夏日骑兵。这是你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。是吧？刘雨辰，你知道吗？爸爸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捡了很多瓶子来买夏日骑兵了。不对，因为明天要买的那个夏日骑兵是你凭你自己努力得到的，你自己赚的钱买的。这是我跟你和我赚的钱。啊，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好吧。没有啊，你要先洗个手吧，要不先。你们老师等会儿，然后他是挖笋了。等一下，你回来一下，过来过来。你们老师在学校怎么教你洗手的？你跟爸爸演示一下来。这是这样啊。怎么洗的？啊，那你刚才是这样洗的吗？不是。所以你要怎么洗？这样洗。对。把消灭掉。你说啥？把爸爸消灭掉。OK， 等会儿再把你自己给消灭掉。你为什么消灭他自己？这什么破子啊？我看看像不像？嘿嘿，还挺像啊，刘雨辰。我觉得这是刘雨辰人生当中啊，肯定是第一次在垃圾桶里捡瓶子，但是也是他人生中赚的第一桶金。哎呀妈，太重了。你长胖了，刘雨辰。哎呀，你这个回去要好好洗一洗了，这个地方脏了，衣服脏了。没事，我回去洗一洗就好了。骑车？哎，爸爸跟你说，骑个车就是一个夏日骑兵，因为两块钱一个嘛。你看你今天瓶子够不够两块，够不够骑车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够了的。那我们骑车还是吃夏日骑兵？夏日骑兵啊，那走吧，我们走回去吧，马上快到了。还有五分钟到了，我们坚持一下好不好？那你蹲一下休息一下。刘雨辰，洗快点啊，你洗慢了爸爸把西瓜吃完了就别怪我了。快点洗啊，把头要洗，你记得把头洗一洗，听到没有？好。这个大贝壳里面有他的玩具，有这个海星的玩具，然后他想给这个小朋友分享。现在到了第二天了，带小孩去卖瓶子。我不知道现在那个瓶子能卖多少钱啊，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多，我先过去问一问。哎，阿姨。阿姨，刚才提前跟那个奶奶打好招呼了，看看刘雨辰的表现。对，就那个门，那个左边那个门。对。这不是我们的
你看奶奶在这里，你。嗯。奶奶，我来帮你。啊，好好，把你的。这多少钱？啊，放这里。啊，你把这个放这儿吧，奶奶说放这儿。完了啊，奶奶给。奶奶称一下啊。2块钱。好，2块钱。你煎饼子辛不辛苦？奶奶问你话呢，累不累？辛苦。辛苦啊！辛苦，你这不要瞎弄钱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头。哎，你要说什么呀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有2块钱了，你可以买一个冰淇淋。我想买个草莓甜筒，就是草莓饼干甜筒。我觉得那个钱不够，我们进来去看一下吧。那是草莓饼干甜筒。去看一下吧。那我就喝个柠檬水。柠檬水好像也不够。喝个草莓多多。钱也不够。刘晨，你的钱放哪里去了？那你为什么要手把它抓着？因为怕它掉啊。怕它掉了。帮你。有2块钱的冰淇淋吗？有啊。有，你问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投币。啊？这个是在里面。好嘞。只有一个就是。哇哦。开心不？开心。好。谢谢好。爸爸给你打开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让我咬一口吧。嗯，真好吃，我再咬一口。冰淇淋也太爽了吧！太少了，那以后我们自己赚钱给自己买冰淇淋好不好？好。其实呢，这是带孩子出来捡瓶子呢，赚钱不是目的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，你第一次赚钱是吧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。目的是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的不容易。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呢，欢迎大家在视频评论区留言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